关心一枝香，今日分享来果禅师参禅普说第七则长远心。参禅人手知禅法，非世间法可比。修行学佛，学的是佛的心。佛是什么呢？佛是超越世间出世间的圣人觉者。禅法是直指佛心，所以所用的方法、应有的心态跟世间不能同类而喻。来果禅师开张明义就告诉大众，必须要知道这个参禅发的是长远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非世间法可比。世间法有相，禅法无形。有相之法，尚得三年五载，唯恐晦难透彻。任学的好本事，只谋一生之力。不管你是士、农、工、商，医、教、文、艺，统统都是有相之法。好比我们要学医，三年、五年，即使下了苦功，也不一定能够透彻。但是十年、二十年，他学的一身的好本领，也是在这一生当中受用，可以成就一生的功绩。这是世间法。回过头来看看参禅之法呢，它就不是这样可以计算的出来的。无相之禅学何容易，最难的就是参这个无相。世间之法再怎么困难，总是有一个步骤能够有要领，下了苦功，学有所成。但是这个无相之禅呢，无下手之处，无捞摸处，无动脚处，无寻觅处。很多人都会问师父，这究竟怎么参？是守住哪里呢？看在哪个位置？那个位置是重点吗？如果没有一个守之处，那我们的心似乎没有依靠，到底要怎么修？这就是禅的奥妙。它没有下手之处，也没有寻觅之处。要修，似乎很难开始，但是却又随时可修。学此法人，请思量，能有过量之事，明知此法千佛万祖皆由此法悟。我们不管你的知识、文化、背景是什么，人人可修，人人有不可修。
你纵使是一个博士，是一个教授，你不一定能懂。但是千佛万祖皆有此悟啊。那怎么修呢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照着祖师所引导的方法摸索揣摩。最重要的就是接下来要讲的千佛万祖皆有此法悟，那我是谁呢？我算哪一根葱呢？我何人也？我能吗？这难道不是祖师才能修的吗？上根利器之人才能修的吗？那诸位，我们不要妄自菲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个方法是可以超越时间，你在这一生当中，你的修行会延续到近未来际。因此发心学习佛法，以诸佛之心为心，以诸佛之智为智，在此立坚固志，用铁石心，此法不参名，与参禅拼命，拼死转身再参，用拼死拼活的决心，用铁石心肠，就这么死抓着参禅之法，跟参禅拼命。古德讲拼死拼活都为了这一念心的参究。会悟之前如丧考妣，悟了之后亦如丧考妣，就是讲这个拼搏的精神。最要紧者，参禅不限时间，不立契约，就这样开始。开始了之后，无有期限。虽然我们说克期取证，但是真正的期是到究竟成佛为期。所以就这么一念心就参下去，这叫做长远性，不是一年，不是十年，也不是这辈子，是生生世世。古人云，久参有禅，久住有缘，其意云何？禅之参途深邃，今日耐烦参，即从耐烦中外缘内望渐渐修习。当我们发了一个不限时间不立契约的志向，开始就耐烦的参究，慢慢的在这一念心随时不离本参当中呢，你会感受到向外攀援，向内妄想，这个心啊渐渐的休息。休息了之后呢，你就要再继续明日耐烦参，亦从耐烦中无明烦恼无形减轻。每天就这么参，这么用功，
不要急，不要慌，绵绵密密的功夫当中，无名烦恼就会无形当中减轻。初不觉知，假使今年如是参，明年如是参，无量劫来业障，譬喻参一时少一劫，参一天少十劫，参一年少百劫，尽此一生参去，再多的业不难参。这一段呢，让大众升起很大的信心。若人静坐一须臾，胜造恒沙七宝塔，宝塔由虚化为尘，一念静心成正觉。参禅之法又猛又厉，无量劫来的业障可以四两拨千斤，一时之参减少一劫之业，一日之参消除十劫之业。如此无量劫来的业障何愁不消呢？因耐久精参，渐至深禅，般若圆熟故也。最重要的，要对这个法门有信心。只要心深入甚深之禅定，般若智慧自然成熟。这念心其小无外，其大无尽，我们得要仔细的呵护它。这长远心啊，就像镜面有灰，急用不开，慢开也去灰，急开也去灰。不摆镜面，久之不动，虽不去灰，终不染灰。何以故？我人心静，不大不小，大可以照虚空背后，小可以放灵虚尘中。这念心就犹如明镜，任何镜像在镜中，大可以装入这个整个世界，小也可以在灵虚尘中容纳。我们的心就像这面镜子，如果镜面有灰，就会饱镜蒙尘。参禅就是这一块把镜面擦掉的布，慢慢擦也能去灰，急急擦也能去灰。只要布摆在镜面啊，即使不擦，虽不去灰，终不染灰。所以意思呢，就是我们只要参，怎么参呢？今用念佛是谁这块布，大过虚空，小过微尘，以这一块破布放在镜面上，开得快，灰泥续得快；开得慢，渣渣续得慢。任事不开，放在镜上，外事非尘不入，内便垢秽不生。不开之力尚不可尽，况急开慢开之功？所以
我们就知道这个参禅这个话头，这个方法就像这一块布，你只要提着，不离本参，它自有防护之效。我们的心开始修禅，不管你修得好，修得不好，有修就可以保护自己的这一念心。正如我人会参的猛参，不会参的慢参，在不会参久久提住亦是参。何以故？终未离尽一毫之处，至此不长远心办不到，要长远心方能办到。明白了吗？不管你的根性如何，你是在哪一个空间做什么事，有什么专长，有什么成就，也许一无所有，也许家财万贯，通通都不离这念心。会参的呢，精进猛参，死咬一句话头，就这么用功；不会参呢，慢慢揣摩，慢慢参究。再差劲的，完全是一个门外汉，你只要愿意提起那一念，那也是参。参禅就是提念、照念、参究。有人参得到话头，也有参不到话头。重点不在头，重点在参。参这一字啊，就像这一块布，保护着这一念清净的如镜般的大圆镜智。只要始终未离镜一毫之处，就能久自成就。这是一个最划算的方法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这是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直至人心的方法，这是一个不用谈条件人人皆可悟的方法，只要长远心。今日的开示至此功德圆满，阿弥陀佛。